在这个2018年呢狗年呢，我就希望大家能够狗年亨通啊，万事都大家大利啦啊。我本身呢就养狗18年嘅，即係自從養咗狗之後咧，屋企裏邊咧都增加唔少嘅快樂咯。啊，當然啦，狗狗能夠幫助到我哋屋企裏邊嘅保安啦、治安啦，又可以保護我哋家園咯。啊，喺度我都呼籲大家，即是休養就無慮咯，千祈唔好話因為係冇，不管係名貴狗或者普通狗都好，只要你係養咗佢之後，你要用個心機去養佢，加上用個心去愛惜佢哋，佢哋一樣是一個好狗嚟嘅咯。啊，千祈唔好因為3分鐘熱度而走去購買，又或者你養咗一隻狗之後，而因為狗你養狗亦都有其他嘅問題，就係、是、你照顧佢嘅飲食啊、健康，加上大小便之類啊，同埋亦都可以俾啲時間去出去同佢陪伴佢哋嘅。好多人過後咯，熱度過開之後啊，就嗰個興趣過開之後，跟住就冇開興趣之後，就會發生嗰、那個啊棄養，加埋嗰啲放置，即係嗰啲問題出現啦。就要照顧佢飲食習慣要均勻啦，係嘅食，因為過重都唔係咁健康嘅啊，所以而家呢個咧，呢、這個敏兒咧就要開始做減肥啦，因為佢已經係過重啦，係咪啊？都做啊，所以就希望大家都支持領養啦，就唔好棄養啦。我希望大家冇只講貪一時嘅快樂啊，去賣開個狗，覺得大小大尿啊，好嘈啊，肥啊，好排啊，跟住就棄養佢哋啊，其實都係支持領養咯。佢都係領養翻嚟，我都係領養噶，我佢喺艾斯社度領養翻嚟噶，其實已經係照顧到好靚啦。之前係完全係唔見得人嘅，係一個禮拜要需要睇2次醫生嘅，係嚴重嘅皮膚病嗎？我哋兩公婆咧就領養咗，養咗呢只狗狗就自細帶佢翻嚟養嘅，兩個幾月係親戚俾我哋嘅。呢個豆豆咧，呢個係寶貝，我哋兩公婆係冇手記嘅，所以我哋當佢哋兩個係我哋嘅仔仔，係兩個都係仔嚟嘅，當到佢係我哋嘅仔咁，我哋愛護佢。呢個咧就係豆豆。是我哋喺呢個 Oh My Dog 嚟賣嘅，跟住呢度個老闆問我愛唔愛領養啊，我就上去睇啊，佢喺個籠入邊跳啊跳啊拍，好似叫我你帶我翻啦，你帶我翻去啦，好慘嗰啲樣啊！之後我都驚，唔知佢哋兩個可唔可以相處，我啊同老闆講。你俾一個禮拜時間我翻去考慮啊！結果我哋幾日我哋就嚟啦，我哋啊領養佢，領養咗我講，如果佢哋可以和平相處，我就愛佢啦；如果唔得，我就抱翻俾你啦。因為佢好可憐啊，喺呢度都幾個月噶啦，曾經都有人嚟睇過佢，始終都冇人愛佢啊。所以我哋啊帶佢翻去啦。但佢哋兩個都好好啊，好可以和平相處，唔使話一個入籠，我哋從來唔困籠噶，同我哋一齊瞓，同我哋一齊，我哋去邊度都帶佢噶。為咗佢咧，我哋揀咗啲地方
盡量可以去去的地方，所以我們很需要酒樓了，沒去有 Acon 食就他們，他們去得的地方我們就去，他們不去得的地方我們就不去、啊、所以都好好啊，相處到 兩兄弟，雖然他是小，他的歲數小，但是、我們什麼都給他人主為官，他就比較白面，這個好好做，這個就真的很乖，他很乖，他曾經拿過很多獎的比賽、啊、是很乖的，所以他們兩個可以好好地、相處，我們兩公婆有了他們真的、生活完全改變了，很開心，帶給歡樂和開心，帶很多歡樂給我們、很多人說養狗很麻煩，其實、真的我有心機啦，如果即是那些沒愛心的人就真的不要養狗了，真的、我們養他們不是說很大心機啦，因為我們都是給人家洗澡的，我們自己因為做工沒有時間照顧他們，幫他們洗澡，我們給人家洗澡、是餵他們吃早上、給他們喝羊奶、晚上吃狗餅、有時整啲肉嗰啲俾你食啦，嗬，有時間，其實唔係話好麻煩嘅，總之咁麻煩都覺得係好開心啦。好多啊！葡提子、大葱、竹骨碌，最緊要啊！蒜米啲全部都唔食得㗎，一食就呆㗎啦！呢啲係啊，大葱又係，竹骨碌又係，所以唔係講咩都食得㗎，千祈之。同埋啲細狗咧係唔可以食骨頭㗎，因為骨頭咧佢哋唔識咬，咁佢吞咗落去咧，啲骨咧就會吉穿佢個腸。我依個咧就食嘢咧唔咬啦，直接吞嘅，所以嗰啲嘢咧就我絕對好細份。好難帶給你吃的、我這個三年多、這個今年四歲、這個今年五歲、我家裡最大的鋪子是九歲、其實鋪子是有十幾年的，但如果你照顧得很好，其實應該是我目前為止我見過最大年紀的是一個十六歲，我在街上遇到一個十六歲還是很健康，很健康，但是就沒什麼那麼 active， 就睡覺比較多，即是動作慢了、遲鈍一點，狗跟人一樣的、上一年紀他們是不喜歡玩、不會搞波，不會走跳的，就是想睡覺睡眼覺而已，即不喜歡跟那些狗仔玩的。要注意佢嘅飲食咯，因為佢哋嘅皮膚會比較敏感啲，如果食都唔啱嘅就皮膚會痕咯。本身咧我就係一個寵物美容師，就要即係、就是、定時定候幫佢整啦，整乾淨啦，每一個禮拜係都要沖一次涼啦。注意食啦，環境啦，環境好重要咯。他們愛保持乾爽，經常愛瞓冷氣，給他們的毛愛比較暖身舒服。